好吃吗？啊，他妈这饭好吃吗？这个他没做饭给我吃。不是的，我妈妈带了很多海鲜。你做的？真的？真的？好吃。剧组这一位以来最好吃的一顿饭。对，是如风扇。感谢九零妈妈。对，感谢。谢谢妈妈。你感谢谁？我们也吃了呀。我们作为弟弟也吃到了这份妈妈的。我们也吃到了呀。大黄蜂来的。有幸看大黄蜂来的。我们俩，哎哎，什么大黄蜂啊？我没跟你们对过戏，可是。开始了，我开始了。我一开门，我真的不知道印度有什么反应啊，太烦。英子。我不想给他吃蛋糕了。来，我们抓紧时间啊，还有好多块蛋糕呢。下一位，我今天要往后追你，现在跟你反过来了，追我了。我普通话很差，然后讲这么多台词，应该是有享受的。好。我来了。我来了。过海一把将白鲢抵在院墙上。我们去院子里。我们去院子里。这选好了。壁咚。壁咚的感觉不对吗？还应该这样。白洛伊，你想怎么着？我对你不好吗？哎哎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你觉得是不是就只有你一个人吗？这段词太长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爸和妈都是知道我不要了。该翻脸的人是我，该说狗屁的是我才对吧？不要走！不能走！我不能留下来了。那有本命吗？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对，你说都对。那你干嘛不走？不对，你不能走。你走了，咱俩都痛快。你说我为什么不走？我要是不走，不要走。我监督他们。大哥，来吃蛋糕吧！啊，大哥，大哥，吃蛋糕。谢谢辛苦，谢谢。干，为什么我这么尴尬？还有一位，为什么我这么尴尬？咱们一位。这一块蛋糕是我那个留给我们锦鱼的，拿到手上干嘛？我问你说，我不知道。今天你辛苦了，大哥。我们好意吗？的友谊呢？那你真得吃，我知道。你看看。保安。我下半场我是不是跟你演？我不吵，我不吵，别吵。